炙热的我们第五场竞演的主题是出圈。我们现场将会分为50后、60后、70后年龄分区为一个分区，80后、90后年龄分区，00后、10后年龄为一个分区。10后比我弟都小。常识问答，请看大屏幕。我们，我知道。弟，好久不见，你在哪里？嘿，太简单了，咱们是这个星球的人吗？什么？不行，火星头。耶！能唱一段吗？没吉他，不好意思。清唱可以。不太会清唱。小乐老师，你听过许嵩的歌吗？汪苏泷的歌听过吗？OK， 你可以唱，对，我没听过。放松一下，明天马上要进入紧张的排练环节了，今天就开始放松一下吧。不如跳舞，表现爱不如跳舞。是我们之前乙团的老师，您给我们一些建议。我觉得就是对，一定要就是中毒洗脑。张国荣啊，还是张国荣啊，他是千百不变的。光听这两首歌，我就很期待你的表演。